家好，我们是两小猜，嗨，今天又到了刮刮乐的时间啦。我们今天刮的是最新的两款金龙报喜跟幸运红包，听说这两款 CP 值很高，很好中，那我们就来试刮看看。今天呢，我选的尾数呢都是37号，希望可以刮中大奖咯。那这个金龙报喜呢，它的中奖率呢大概是 50%， 也就是一半。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刮。然后它有600个，最高金奖金10万元。好，那我们开刮吧。幸运号码这鸟不能刮，我刚刚刮了半天，想说怎么刮不动。04、诶，这是什么？14吗？14、04、14。还有13，所以幸运号码有三位数，04、14、13。镜头上看得到吗？04、14、13。好，然后看我们的零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就中咯。十，这是10万。再来，08，500。11，5000。来个14、13、04吧，来中一下吧。07，2000。05，1000。啊，都差一个数字，好，搞干净。200的，再来01，哇，10万。05，1000。12，10000。怎么看别人都这么好中啊？给我们中一下回本吧。怎么不是13？02，哇，02是300，它是04，完哟。再来，多少？03啊，它是13，我刚还以为中了，好开心了一下。04、03的是2000，再来零什么？最后一个大白中了吧？感觉第一个是零哦，如果04就中了。06、200，所以这一张做公益了，金龙报喜做公益了。想说在网络上看到有社团。刮刮乐社团有人中这个金龙报喜，好像中了1000哦，还是5000，好像有中10000的。哎呀，太可惜了，这张做公益啦，完哟。好，我们换下一张。好，
换幸运红包。这个玩法呢，有超过24万个1000元以上含以上的奖项，所以1000元有24万个哟。头奖呢是200万，那跟刚刚那个金龙报喜比起来，它这个是没有头奖，然后这个是有头奖200万。好，那我们来刮幸运红包，听说这个很好中哦。一个是200，观众一个红包袋是200，两个是300，三个是500，四个1000，五个2000，六个3000，七个5000，八个10000，九个10万，然后10个是200万。刮开符号，若是刮出一个以上的，即得该上表的中奖奖金。好，那我们就开刮。扇子，来个红包袋吧！红包袋有一个就回本咯。什么？橘子？是吗？什么？帽子？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图案？我看大家满满的，上面都是满满的红包袋，怎么会这样？好，再来，戒指，什么珠宝盒啊？怎么目前还没出现红包袋？鲤鱼。别闹了，这个听说很好中哎，怎么都刮出一些怪东西啊？是什么？菱形？什么？包包？怎么会这样啊？傻眼！再来。春联，还有一个是什么？哦，傻眼，怎么都是一些怪东西，目前还没有出现红包袋哦，太可怕了吧，傻眼，怎么会这样？今天的手气有点可怕哦。再来，啊，花？不会吧，这么多个，拿一个红包袋吧，是不是有红包袋了？哦，一个了，所以目前回本咯，200。再来 ，coin 钱币，再来，这个是什么？金块啊，鞭炮，傻眼，所以目前。这一张回本中了一个，所以是200元。那这个我觉得跟这个金龙报喜会推荐这一个耶，因为至少这个它有头奖，然后你刮中一个就有回本200，是这个感觉 CP 值比较高。然后金龙报喜来说的话，它虽然说有主打600个最高奖金10万。可是也要有刮中才可以，那他中奖几率只有一半一半，所以这个就是看手气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200块实测刮刮乐，那我们刮了2张37，那中奖率也是一半一半，所以37这个数字好不好中就见仁见智咯，还是要看手气的。好，那喜欢我们影片呢，记得要按下订阅、分享，底下留言，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最近你刮的这几款尾数有哪几个数字比较好中呢？还是你用什么样的策略，然后就刮中大奖，中多少钱？
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看是哪几款比较好中的，跟我们讲一下，一起风刮刮乐发大财。OK， 那这集就先这样咯，下集见啦，拜拜。